那边还有位置，宝贝，原来你喜欢睡地上。晚安。你果然还是来这里了。 整整7年了，那时候他总是一直捉弄我，我们还绑在一起整整6天。那时候我想我是真的好喜欢他，但是现在的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呢？ 是你让我有了心跳的感觉，也是你让我心跳停止的。现在，我的心还能重新再跳起来吗？